I
跟他讲不要预约机，那又传讯息给他。然后呢？我们先把它分开，就是你要我跟谈好了，你就要尊重我挑的时间。所以你这样让我，他也会觉得很奇怪，说。会越过我，然后跟他讲这个事情。不是啊，重点。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重点，这是我的重点，你的重点我想要，他的重点我想要查。下次不要这样，因为其实像公司不喜欢这样，你很清楚，因为你这件事情，人家会怎么办？中间的那个人。所以是二七加一。就是先不管他是多少加几，反正就是你实际薪水是28,000，然后但是扣掉劳健保，还在扣劳健保，就像他当初跟我谈的话，我实际领域我也不会给你3万多嘛，3万出不掉。然后呢？对啊，嗯、所以别人说，反正就是那，因为之后就是2月的部分，会把。所以就补2000给我。对，然后，现在就是从2月开始，就是比照28,000的薪水的办。嗯。对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在听。就是28,000，然后扣那个劳健保1000块，然后就是你的实薪是27,000，但是公司给薪是28,000。然后就是2月开始就是照办，所以下个月也是28,000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把27,000，就是从2月份开始到开，因为他是他答应的，然后对，因为就是我跟他讲说，你答应人家，然后是这个部分，那你没有让我知道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主要分的也很累，我说我是8天。我要去带8天，我也很累。我说你休个4天，干我就中感冒，因为太累，累到一个爆炸，然后一感冒就整个爽啊，整个就感冒这样。我说你不能够，我就想说不能够一直在厨房那么累。然后后面他想要说好，那决定这样。我说那就是照他当初跟你谈的再来算。我是没有讲到说你要生气，就是他有，但是我点到那个意思，然后他就好，那我。OK 了吗 ？OK， 那没事。好，谢谢你。那好，然后就是说下次有问题，拜托就是。没有，因为我。